现在我们已经发酵了15分钟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出来炸麻花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发酵了15分钟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出来炸麻花了。我们把油预热到基本上冒一点青烟，大概就是16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进去烤炸了。放进去以前，先把这个拿的时候稍微轻轻的拉一下，拉长一点点，再放。我们现在做实验，就是用小火来炸。如果是正常生产，一般用大锅或者是电炸锅来炸。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，大约2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了。炸好了之后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往长的稍微拉一下，拉一点点。麻花放进去以后，大约炸1分钟左右，把这个翻一边，然后再炸1分钟左右，就出锅，总共炸2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发酵了15分钟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出来炸麻花了。我们把油预热到基本上冒一点青烟，大概就是16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进去烤炸了。放进去以前，先把这个拿的时候稍微轻轻的拉一下，拉长一点点，再放。我们现在做实验，就是用小火来炸。如果是正常生产，一般用大锅或者是电炸锅来炸。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，大约2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了。炸好了之后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往长的稍微拉一下，拉一点点。麻花放进去以后，大约炸1分钟左右，把这个翻一边，然后再炸1分钟左右就出锅，总共炸2分钟就可以了。